车速到底要找什么床垫呢？很伤脑筋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rry。嗨嗨，东京公主。我今天来到了台中的棉豆腐 ，Sleepy 豆腐，去看看吧。好可爱哦。我们去楼上体验一下 ，Go Go！ 因为我后来看到里面有凹豆皮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棉豆皮，那这两个的话，哪一个会推荐放在车上？其实会是比较建议是凹豆皮，所以这个两个不一样吗？这两个尺寸不同而已，就是这张是这个就是凹豆皮，这两张都是凹豆皮，对对 ，OK， 对，那只是大小不一样，对。Y 的话应该是98可以进去，对，98，对，这张是宽度98，这就是单人的，就是我们那一天在高雄看到的单人的，对。所以它收起来会是三折。就那么大。三折。那一个就是这个。啊，下面放纸滑垫。这里，这里垫。弹起来是一样。哦，它腰整个脊椎就很平。看看。我躺过了，这个就是一样的，你光坐一个滑垫。你们两个躺这里。两个，你看，你看，躺那边，可是两个人躺会不会刚刚好？就是刚刚很挤。刚刚，我们两个人躺下来，阿光。我说你能出去那个垫子了吗？出去一点点了。我是对。但是 Model Y 就是这个尺寸宽，对，这是他们98的，就是这个尺寸。可是在家里面这个也是 OK。对啊，这一个人舒服吧？这个一个人就有点掉下去。这爬太快了吧。我看他要怎么说，哪边没放？他说起来是这么大，哦，不过他不会很厚。他好坐吗？好坐。他的床更好睡吗？我喜欢那个，我应该会考虑芝麻豆腐。芝麻？芝麻豆腐。为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的支撑力比较够啊，这个比较硬一点，我喜欢有支撑力。棉豆腐比较软一点，他说，而且它里面含有记忆垫呢。嗯，对，所以躺起来是有那种记忆床垫的感觉。它要是又不会太软，而且它又够。床垫让他们，因为豆腐之类的都是软东西，可是它又可以让你感觉到很舒服。它取的名字很厉害。我们就是高雄看过，然后后来想了一下，后来我们来台中也尝试了一下。台中的话，现场有这个所谓的98公分的，就是车上可以放一次可以睡两个人。那这个睡起来呢，会比那种充气式的呢还要扎实感，而且很舒服。叠起来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当一个小小的沙发这样子。那它会有一个所谓的收藏的这个包包，然后会有一个所谓的隔水垫，有防泼水，你看口水滴下去都没有。你喜欢吗？爸爸，好不好？耶！好了，这边还可以吃东西，我们下去喝东西吧。
车速到底要找什么床垫呢？很伤脑筋。好，我们去楼下。楼下没有。楼上不是吗？楼上有餐桌跟沙发。餐桌跟沙发干嘛？可以上楼吗？你要不上去看一下？好，那三楼还有一些沙发可以看。我记得呢，他在全台湾呢，他有三家门市，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台中，一个在高雄。那高雄呢，在古山区，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。台中的话在勤美，那这边的环境蛮不错的。三楼的话可以看一些沙发，然后一些床垫，那我觉得蛮好睡的，是蛮舒服的。那这三间呢，他们都没有实体呢，可以在卖，做展示而已，可以把。这么大的门市做展示，我觉得也蛮酷的。好，让我们去楼下吃点东西。今天外面真的是太热了。如果 Model Y 也是做长的，对，长的。然后那个有些车，它旁边有一个什么门把或是门缝。哦，对，有一些车款它可能 对，就是可能你弹了之后，它可能就是手会撞到，或者是两侧有一些比较高的地方，或是空洞。对。那其他像我们那个充电，我们去看那个充电的那个。床，他们就会故意去做成旁边有个凹凸，就是把它那个形状给他们行。考虑做成这样子的，还是不会。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会比较困难，因为我们不是充气的。对。那因为我们有结构嘛，它需要可以折叠收纳。对。那像边边可能在我们的材质方面不是那么的容易，那加上。车款不同，可能车内空间也不一样，就变成它设计的话就比较麻烦。对对对，就我们可能好像没有办法设计成，因为豆腐符合所有的形状，它就是豆腐的形状，对对对，就做成像那一种可以符合。对，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要因应不同的车款去做设计。OK， 所以就变成说，如果买了想要有空隙的话，想办法自己去把它塞住这样子。对，可能要另外。啊，所以我看到你那些床垫，这个是可以再换的吗？还是？如果是凹豆皮，它是固定的，那这边是其他床垫的床包。就没有，它是没办法符合的。对对对，它尺寸不一样，它有专用的。OK， 好，那我希望再在网上先。好啊，谢谢。在线上订购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再吃东西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好了。那基本上呢，它就是有它的好处跟坏处啊，就是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呢，就是没办法塞满，可能就是自己想办法。这本书 ，What？ 哇，来看书。这是什么教试完之后，马上在现场下单。你们看完了棉豆腐的展示门市，看完之后呢，东京公主马上订了一组，喜欢吗？他喜欢是不是？好啦，期待我们带着我们的棉豆腐出厂的凹豆皮去车速。所以你希望你第一站车速的地点在哪里？啊，爸爸哦，去爸爸，对不对？去哪里了？阿里山吧。阿里山，看日出。Go go。阿里山。